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28号，星期四。视频从一局王姬农民开始。今天的视频以农民为主，不要问为什么，真的抢不到地主。不过今天素材相比以往可能稍微有限那么一点点，那也没办法吧。商业互吹，商业互吹。看到 AK 了，可以想办法直接囤一波，然后让草王去打他，让草王给他塞牌，就强行把我当孙权来打。这里他闪了，再等一轮，他又闪了。他这时候如果不闪就直接推了，他又闪了，那必须得等一轮。这里这个加一就很难受。我的意思是让他杀我过牌，结果没想到。他好像误解了我的意思，不过无伤大雅。来了张九，很棒，直接九一八一杀，杀中了就继续动手，没杀中就算了。再给他筛一张，这时候张叔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。今天的视频就相对而言长那么一些，因为是不是素材确实有点多？看见马良刷无懈肯定不会错嘛，对吧？戏子才打马良，反正马良可以当做进攻型农民嘛。戏子这里为了防一波九杀没有闪，结果没闪又来一个闪，所以其实也还好。曹昂做的很对，跟马良就不要想着狗了，直接爆。正好来了个桃，还回了一血，很棒。打马良就这样，先杀再开桃园。直接赢了。这一波其实也没什么好说，就是马良队在马良前面的疯狂防御。我这两天一直在打那个，大家在打排位，然后正好今天排位正好上了，叫什么？大师拿到了新武将。这你看我这一波刷的牌，曹纯真的是命悬一线，正好我刷的所有牌，刷的牌比较好，再给他来一下，然后运气也不错。再等我回合，再给他来，他已经死人了。借关，农民今天真的都是农民，哎，说是抢不到，实际嘛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个把是真没抢到，也不能这么说，还是想了想，没那么想抢。南蛮顺都等一轮，这里我觉得。你看这个，我顺留了一轮就很正确，对不对？反正大哥你别急就完了。这时候曹纯还在打孙子，这时候他杀这一刀就意味着游戏已经结束了，跑就行了。今天的视频包含了几把排位，虽然打得没那么精彩，可以当做是凑数。叫什么？昔日才克新王意之处就在于新王意，昔日才拿的新王意的牌啊，不能这么说，就新王意打昔日才卖血，然后叫什么？新王意手上的桃和叫什么？就戏子判黑可以扒装备，这是最主要的。然后如果啊，仅仅如果队友如果是郭嘉的话，那种四害，或者一个别人更不想打的人的话，我会考虑直接先付新王意。让他不敢吃桃，让他阵列也废掉。看我虽然死了，我还是全场最佳。马军这把好像就是马军和曹昂一起扛住了神戒吕布的，不是扛住戒吕布。你看这，还好骑士手牌还可以。你再杀，重铸一下。万劫一开，这九杀，都让你闪了也没办法。这时候来了一个盾。这个盾就很棒，张仲宛就别想着压他，压把自己手牌压低给他打两减伤害了。你打他几血，你不管几张牌打他都是一血。你看这曲艺什么人品，真的就一张拆一张杀嘞，一张拆一张杀，还一个刀，那也没办法。反正张仲宛肯定能保证三张牌，说三张手牌结束，那这还添过。很不错，张仲宛给我刷了个桃子，
挺感谢他的。看到白银，蓄意就跑了。我不仅可以过两张牌，而且白银本身还可以回一滴血嘛。那轮到我当蓄意了，小虎反正把路基放出去也不要紧，看这对面阵容还是很恐怖的，对不对？没有属性杀就直接，这里想了想，直接打借孙权，因为借孙权应该只有一个桃子，然后再反手火攻张松，直接双杀就有两扫是群雄，就很帅气。张让说了，看到没那么强力的队友，我肯定就选张让了。你看一开始一个胜一个拆，一个无懈一个逃，简直是满分手牌。我说的肯定是满分手牌。这里不管怎么样要把他乐，就是把他乐上，所以把他最后一张手牌扒掉了。这时候刘琦拿一张，所以让你猜下刘琦这张手牌肯定是要顺，最后一张他没给我的肯定是顺。来火攻自己，正好两点伤害，他就算没死，刘琦给我张牌再开个决斗什么的。所以说藤甲对于张让其实是个好东西。以前打夺战的时候，有一个蜀国组合叫龙凤组合嘛，卧龙凤雏。想一想，这跟张让还有点像哦，因为张让也是把自己和对面连起来，然后火攻自己。所以藤甲对于龙凤组合是好东西，对张让一样是好东西。那挂上 AK 让国家给我牌，运气蛮好，第一轮把装备满上了。这时候我还有点怕国家被打死了。这时候他把 AK 拿走了，我也不是很懂，这没办法呀，我又不能把八卦挤掉，八卦挤掉的话更麻烦。这时候关羽手上一直是张 AK，拿过来先。他这一轮关羽如果摸把不能把我打死，他中了两张红的，我都八卦够了，所以也是运气很好，他不能把我打死他是肯定输，而且国家给他补一刀他也死了。马良。因为对面有一个关节不高，看呢，这如果是区域还不好打，这种局还真的得马良来解。但可惜开局的牌没刷好，对我而言能留满四张手牌就行，不亏。第二轮这个曹纯有白银，所以得想办法把他打死。你看这运气也确实不错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先把借刀拿过来，免得人心一下吧。然后最后再反手把 AK 挤掉，免得他有借刀或者顺手牵羊什么，反手给我来一波意想不到的，那还更麻烦。看到古丁到了先上的，正好一个顺一个拆，全都留手上，再来个九就更好了。看我说啥？但这个曹冲可能还挺会玩。但是他们可能没意识到古丁刀的危险。再来一个顺拆，来个杀。你看我刚才有一轮要的顺拆来了没杀，特别的尴尬。你想卖血不存在的，要么就死。你想卖，要么一次卖三滴。刚刚就是昨天的事，昨天的所有素材，今天这一把打的，我是农民，所以想了想选了嵇康。徐艺一开始开了个吴忠，但是他打曹昂，第二滴永远是打不了两血的。先给徐艺来一下，给曹昂补一张，然后曹昂掏出 AK 了，直接倒是打得很帅哦。曹昂极限反杀徐艺，来徐艺，当时李傕也可以选。但是想了想，还是玩了曲艺。一开始的牌其实可能还好一些。这一典韦等了一下，大概第一次就是问周瑜有没有桃。结果这个周瑜呢，虽然是个石副长，但是他真的有东西。这典韦我肯定不会先开那个吴忠，我肯定直接先给我一下，给我来一下，让我掉两个血，再开吴忠再杀，或者先杀再开吴忠都可以。曹笨。这当主没东西选呢，戏子和曹笨，这把选戏子可能也能赢，反正打一级嘛，打一级何太后都行。何太后，我说实话，
我不建议玩，除非有何大后有一个组合还挺强力，其余的组合我都不知。对，我正好想问这里，他是怎么砸的蛋？是这是看看回放是可以砸的，但是我自己试过砸不了。他敢堵我，证明他手上肯定留了身上闪，两张决斗直接闷他脸上。一级不，何大后在工会团战里面有一个组合比较强力，我以前还特地用过的，和他小虎何太后。何太后，先叫什么？止息对面，让对面只能，假如对面是个三血武将，让对面只能出3张牌嘛，小虎，然后何太后再给他读一下，同时相当于用了一张九，这样对面就只能出2张牌，而且他血量还掉了一滴，对面只能出1张牌。然后你在第二轮的时候，那如果他对面只有2血，他直接。读一下回合结束，如果对面只有1血，直接读一下，他连救都救不了，他所以手上有桃，他救都不救不了。马军今天确实素材不多，不然马军也不会放出来，对吧？反正我跟周瑜的想法可能不太一样，我的想法肯定是苟住最重要，然后慢慢发育。我这个八卦所以肯定也会留手上，然后有桃子肯定想办法吃。当然来了藤甲，对你之前说过啊，遇到春哥藤甲就不要重做了。反正春哥铁锁我和周瑜火杀我都不掉血，无所谓。就周瑜不掉血，所以不要紧。但是我是可以通过铁锁自己和春哥来强行打2点伤害的。这里 AK 没有给周瑜，一是想着下一回重铸一下，第二是我真的怕他就直接推了。结果没想到这个周瑜的杀可能还挺多，直接真的就推掉了。不过放平时我是不会这么打的。细致才，哇！我说实话，我就今天我也是郁闷。我有一把抢了地主，对面2个校尉，一个戏子，一个庞德欧。哇，真的，心态有点小爆炸。反正一开始刷了一个桃，然后共享荣华富贵，我操，一起共享荣华富贵。你今晚打，这时候我为了稳妥，还是把 AK 给拔了。我不知道曹昂手上有什么牌，但是事证明，如果不把借过来的话更好。不可拆要顺手拆阳，曹文杰一出，曹那个戒律不就跑了？今天的视频，说实话，要细节没细节，要操作也没什么好操作的。这不，以前传说中不可抗力组合叫曹昂曹纯，而且以前还是曹纯没有改版的时候。这个无懈，我大概率相信借权没有权牌制衡，他大概率留了，要么留了无懈，要么就留了乐，打算给我个惊喜。结果事实证明他留了个无懈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八卦搞掉了。打算以前说过，打借权这种进攻型武将破防最重要，就是进攻最很重要。这里我是藏，我直接杀借权了，我不会砍，我不会为了传我一个狮子再砍我一刀。我承认曹昂可以回血，我也可以攒个甲，但是刚刚如果他砍的是孙权，他现在就2血，他现在就1血了，反正他也不会打我，闪直接丢掉，不会有任何问题。他想把冠世府拿走，这里什么都不用做，雷杀一刀以示尊敬。还有一把曹昂，曹纯，曹纯主。这想了想，没有选张让主啊，太骚了啊！孙坚铁丝害不用说，这里想了想，顺手牵羊，等着下一轮徐盛把好牌用了之后再顺他的，就没想到，还这个孙坚直接给我阴魂了一下，很感动哦，你很棒棒哦。这里也很亏啊，2张无懈换了个闪，是很亏的，但是也没有更好的换法。我不想把闪给徐盛，我当时想着把他一口气打死。凭借刀，这什么东西？Soulmate 什么东西？这里没有九杀，因为我说实话，就算九杀了，我怕我一下子稳不下来。就是证明这个孙坚可能进攻能力并没有我想那么强，顺风局不上藤甲，除非你是孙儒，顺风局不上藤甲。嘉一拿过来，
乐啥？他这里做的没错啊，让我摸一七二，比上次让我那个让我摸二七一的孙笨还是好那么一点点。你直接简单点了，你还要挣扎吗？许攸也没什么好说的，秒了一个还不稳，是很稳的啊，是稳的，我这人一向很稳，你放心。一开始拆了庞德公一个闪，没想到真的就把他秒了。说实话，我还挺怕许褚，因为历史上啊，许褚是确实是把许攸干掉了，对吗？而且这个古今刀如果一打三许攸，还是有点怕的。此外呢，当许攸刚出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我每次玩许攸，也就我打人机啊，我一开始用许攸打人机，就会有人机许褚来针对我。真的，我七号位，怎么六号位许攸被许褚一号主攻许褚上了个古今刀一个九杀，再见。当时我就觉得，是不是梁启的想致敬一下现实，所以安排了这一出。香香，香香的芥香香。这把就是纯恶心马良了，看我这两张无懈两张闪，你不准开。你看我又来一张无懈，真的就单纯恶心马良了。马良还好气哦，那你不准摸，那你不准回。马爷，这可以把马还给他，反正心马良估计心态爆炸跑了。张让。张让和程昱也是个好配合啊，忘了说。等一等，反正我总是有一张额外的闪的。当时还是想了想防个九杀，但是现在一想起来，如果他把这个顺拿走了也很麻烦。这里他在反复换皮肤，我不知道他在暗示什么。我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以为他在暗示。然后他看见程昱服的是杀，就跑了。我以为他暗示是他没，他有，他还有基本牌要继续开，结果他是没有了。孙鲁豫，这把挺有意思的，你看看，你看我队友，虽然是个大将军，还是个御龙，却选了个白板，你看这怎么像话呢？虽然地主都比你强，地主开了个五中就结束回合。这把想说一点啊，因为我们两个都算是进攻型武将，不，我们两个都算是防御型武将。虽然咱可以稳定两个人的状态，前提是他队友是个男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得想办法刷进攻牌，然后一口气把地主推了，这才是重点。来了九杀，不用不也不别想拿八卦了，直接九杀带走。你看这个芥孙兰香选个白板，开玩笑开玩笑，芥孙兰香肯定是二流中间最特别强的农民了，跟一流还是比不了，跟猴子啊、庞德公啊、马钧啊还是比不了的。你要说三国杀里面如果要抖 S 和抖 M 之分呢，抖 S 就像是区一这种暴力输出，抖 M 就相当于是，对吧？神道云这个找打的。啊，当然啊，这对面是名副其实的抖 M，这个揭盖子那不用说的。冰冰冰，随便冰，九倒蛮多啊。我也不知道揭黄盖在想什么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完全在浪费输出吗？巴不得你打我呢，结果一刀就带走了。我当时还在想没杀有点麻烦，带走就打四害就先稳定状态呗。有冠师傅。直接双红桃双方块当杀打，然后灌出去，这样是最赚的。那你不准给我回去，再等一轮。来，两张方块灌出去，他就算救回来了，还有一张方块牌，他总是死的。今天的斗地主到此结束，然后开一下排位。我很喜欢荀攸这个武将啊，荀攸不是许攸啊。许攸也还行，也还挺喜欢，因为许攸确实考验排序。我喜欢荀攸两个原因，一是怎么说嘞？他
首先啊，我有皮肤啊，这个是一个原因。其次，我觉得荀攸很有意思一点是，他很符合历史啊，十二奇策正好对应着十二种锦囊。当然，有一种锦囊是完全不能奇策的，请问那是什么呢？而且这把也挺符合历史的啊，你看这个曹，这个阿瞒，这个许攸，这个荀攸。当然，还有这个被挟天子的天子，这里他就不应该喊兵，应该直接动手。我在想，南蛮入侵，他有个逃，再补一刀，然后开个万箭。我觉得这个许攸和这个刘协应该都不保。以前就有荀攸加上一个卖血这样开 OE 的打法，还再早一点有荀攸加上郭图庞纪这种。开个万箭，扒对面一张牌，再回来给自己加一张牌，这种大嘴流打法。介襄和张松是一个比较好的配合，因为张松可以调自己的血，而介襄可以给他奶。但这一把队友没有介襄，所以一般正常情况下都是4号张松，这样的话可以给1号进行补给。对面李儒、鲁肃也是很强的组合。这里想了一想啊。两种思路都可以，他焚城，鲁肃丢了2张，丢了3张，我4张全丢也可以，我只丢，我掉血奶张松也可以，但是奶完张松之后，鲁肃可能会给把我的牌换很多给李儒，这找个九啊，也其实也不用找，因为李儒的牌我们是知道的，是我给李儒的，直接一刀就可以结束。这里和张松的血量一样，所以把这个万箭开出去，免得我，然后可以给再才可以给张松奶。这看到了一张八卦，所以其实张松这时候拆他的八卦是没有意义的。当然，不管怎么说，其实他不管怎么说已经大限将至了。这里其实应该先，这里我打的有一点问题，就是应该先过牌。如果先过了冠师府，可以提早结束战斗。我是个不怎么喜欢砸蛋的人啊，因为怎么说嘞，我觉得打游戏还是图个友好为主。这里我觉得介森有危险，所以说了个危，然后先给他一下。这个因为肯定是先打张松。但是南蛮开不开呢？还是要看情况。这里我的想法是因为芥川山有一张九，我想让他先把解一马给我，然后用冠师傅灌张松九杀，结果他也没过到杀，然后他也先把冠师傅给我了，所以那算了呗。然后这里其实啊应该杀一刀，因为这样的话能让他闪起作用，不至于打成这样。这里可以拆兵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八那个。知道吗？冠师傅不拆，早晚出事。而且这时候芥川山还可以给我回一滴血。张松砸蛋，那肯定你，那我肯定不能忍呐！你再砸一次，我要动手。真是跟我比手速。好了，其实这把也没什么看点。说实话，因为三国杀嘛，这个里面它是可以打排位，不像斗地主嘛，排位可以说话。所以有时候因为说话呀、啊，导致有些操作不那么不尽如人意。这个李儒跑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看这个马岱，这一张火杀看到没有？你再看他待会手上什么牌？他给李儒判了个红，但是却没杀。你看他丢了一九一杀一火杀一雷杀，他就为了不让那个铁锁解掉，他比较，我是他，我肯定要打出去啊。我们两个4血2血的，这一个九杀肯定对我们影响很大。这里他手上有一张决斗，我为了让他决斗李儒，因为李儒手上2张黑牌，所以我直接把桃吃，让他觉得打我也没什么意义。李儒一刀决策一下，我再引荐一刀，然后李儒卡了，这李儒很卡。所以说他们现在所说的排位五霸呀。芥川香的实力我是认可的，这里为什么没选呢？因为我让队这显示不出来，我让队友接张辽选别的，我让他没选。
我不知道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跟接张辽能配合的武将太少了。陆绩吗？陆绩给接张辽补一张，他可以偷对面两张，然后自己再摸一张，再摸一张，三偷，贼帅。他第一，赵统赵广没有九杀，那你肯定就要考虑一下他为什么没有九杀呀？接张辽直接想都不想就闪了。你看我也掏出把 AK 给你点平时。这个一级还真就打不死了，反正。然后董允技能在这里用了一次，其余时候都没怎么用过，因为正好来了个乐，这里肯定是乐一级啊！我不希望赵统赵广攒牌，我更希望他把杀赶紧打到接张辽身上去。我说一点啊，我这里给自己补牌也可以，我八赵统赵广一张，我自己也要摸一张，所以其实是一样的。这里我上个厕所去了，然后导致少发动了一轮秉正。然后这时候回来的特别不是时候，所以给队友道个歉。接张辽就是典型的输出高于防御的武将，不，防御高于输出的武将，因为他确实拿着对面的牌特别容易拿到防御牌嘛。对面两个是真的很坚硬，这真的打不进去那种感觉。他真的就杀了。然后再你又救，那我再肯定要扒你一张，然后接张辽再把他手牌一扒，这样他就没说了，赵广就没有手牌了。这是说实话，接张辽的进攻是真的太弱了。这里为了把一级打掉，有点不择手段了。再展示他火攻，我同时也要让展示一下自己的手牌。这样的话，张辽可以不用拿一级的手牌。这时候张辽无中一开拿了一个决斗，直接把一级打死了，然后二刀就跑了。正好也想说一下系统的问题啊，系统二刀想吃桃的时候，他如果没有真正的桃，他就会那卡着，他是又想吃又不能吃，他就在这里，他就特别墨迹，是真的墨迹。刚才不应该拆啥的，应该拆 AK 的 ，AK 还是不管怎么说还是个威胁。然后我的技能和接张辽技能确实有点重，如果对面只有一张牌的话，到底是我摸呢，让他弃掉呢，还是我来摸呢，对吧？是真的，你看，他只要有牌出能回血状态，他就墨迹一下，那也没办法，倒是可以理解。你看呢，就在墨迹，这一刀也就赶紧结束吧。董允的牌实力排位实力我觉得没那么强，这把也只是因为队友不听我的选择嘛，那也没办法。然后在开启每日的惯例之前啊，今天素材全部结束了，先把该做的事儿给做了。还有个招募令啊，不错啊，他这个礼包还是蛮赚的哦，还有两个招募令，一级礼盒一开，那看出五将了，我好开心啊，出了个一级。不说了，这个一开，可以骂我了。然后，刚刚那个同学是我的，怎么说呢？算是这个号的号主，但是我跟他一起高中同学，而且同学了好长时间，我跟他关系很好，所以说，我们也不会介意什么，就是一起玩嘛，刷桃刷桃刷桃，刷，是的，刷桃刷桃还是刷桃，刷一张桃，没，怕刷不到了，有时候比较没办法。不是，这可是个大大奖。你看呢？月刚月初的时候，还都是
大家校跟农民混着，跟什么？跟校尉混着玩，这就把僧孺去掉了啊。芥草人节奏太慢了，但神吕蒙虽然脆，但还是选了。可以吧？这个藤甲有一点啊，藤甲在就为了这个，就相当于给张让发号施令了。你也蛮帅哦。这个藤甲不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给张让发号施令。先第一刀肯定是不闪嘛，九杀，九杀再闪。事情变得不妙起来，好吧，有时候就是这么尴尬。希望你能带我赢得胜利，反手把 AK 一瞬五张杀拍脸。哎，终于看到一个稍关节稍微低一点再可以看，那真的要管宇吗？对不起，我这把可能要选国家，刚抽的，可以试试哦，试试吧，试试，试试看一下首秀，首秀情况如何？一张顺，以前只看，说实话，我已经没怎么没具体玩过这个武将，我只。看别人玩过了，福星招招，三张闪一，三，就三张闪一放。两张杀拍脸上再说吧。到了一定关节都懂防九杀这个道理。拿一张，拿一张，快快快！送你张闪还不好吗？其实换句话说，如果期权拿我一张闪，会有点难受。哎，张让真的带我赢得了胜利！哇！来来，给我一张手牌是吧？是给我一张手牌对吧？可以。帅气，那借权应该会考虑到防 AK 这个事情，毕竟手牌都展示了。乐就乐了嘛，不要紧。其实司马昭和有一定程度上跟他老婆有点像啊，但是总感觉酒没了。哎，对，我是先拿牌还是先跳那个？是在什么时候？出牌阶段限一次，出牌阶段两张一丢，然后获得一张旺。那为什么要对我造成伤害？就闪放丢上。哎，谁都不屑呢，不管谁都不屑，这肯定要该打得打。你都不屑。没有人拿司马昭的旺，他就永远只是一个单武将。这里不管贝勒贝兵也不能管那么多了，不，因为他们也我就算不吃桃，他们也会顺我的桃子，他们有顺拆也会顺我拆我的桃子。哦，对对对，司马昭有防御技能，我都给忘了。我如果有牌还有牌有防御，没牌没防御。我的打错了，哇！秉着不捡素材的。当然捡了，你们也不知道啊！哇，我这打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刚刚留一张，肯定要留那个桃子啊！打出大问题了！我都忘了还有这个，我都忘了还有这一茬。啊，乐拿吧，你拿乐拿乐。我是要拿一张黑牌对吧？应该拿黑的，手牌中没有花色的牌。那你扛，我只能把这个给你看了。它是一轮限一次，对吧？得跳啊！跳个鬼！
没办法，这波打的，刚刚那波打的问题太大了，一下子少了2张牌，因为寄生权，因为这个魏延，他一下子他刚杀我那一刀我还没有。说起来，是不是如果司马昭正好4种颜色都有的话，他就，对，4种颜色都有的话，他就没办法对我造成伤害，对吧？那冠世斧也是没有意义的，就说借孙权打的也没错，他在拼命那个叫什么搞输出，他应该这时候意识到我手上没有黑桃，那你还用黑桃啥？你黑桃很多吗？要不给我张杀呗？好让免得我没杀杀你，这把应该是输了啊。哎，但是你给了我个好东西啊，但是你给了我个好东西，先把这个拿过来，然后再放上去。不知道孙权手上什么牌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上啥呀？我应该，啊，算了，一样的，打这张杀和不打这张杀是一样的情况。不管怎么说，司马昭每回合能过一张牌，对吧？那凉了嘞，他交的是牌，不是手牌。我这魏延的运气倒是很好啊，孙权只要有一张能打，有一张输出牌我就死了。当然他还有一张非黑桃牌，不过我觉得这不难吧。哦吼，输了输了输了。不太行啊，赢了武将输了豆。没电了，手机。我好像看到是三个4个字的。理论上应该是选成语吧。对体力值最大的一名角色造成一点伤害，对吧？可以，把我拿走也行。藤甲对程昱是个好东西，这是打马良的，考虑一下。有没有必要杀这一刀？这是重点。不杀，先扶上杀吧，毕竟我穿了藤甲，该怕疼得怕疼。免得真一张火伤还难受了，先压牌那估计是要搞我了，那可暂时不能让你手牌被你压低呀、啊。这些。弃牌都要造成伤害，我觉得马参军其实还可以，没有东西选的时候是可以选的。你别拿他牌好吗？直接造伤害，我马上。
也行吧。他不掉血，有浮桃干是啥的？上 AK。木。桃子也丢了，浮桃，你不准吃桃。你想这个想打随便打，体力值最大的还是之一啊。你等你有生命危险的时候，我会替你设伏的，你放心。所以马谡你，哦对，马神你为什么要拿马神的 AK 而不拿马神的减一呢？我也是，他拿锦衣的话，马上就会打我。大哥，大哥打马上你想跟他耗啊？判黑，那我就只能桃子救你了。请你掉他的血，请你掉他的血，你不要想着跟马神耗好吗？七十张牌，你就把八卦，你这不争气的八卦丢了不就完了？把 AK 丢了，那你把加一码丢了去拿他的加一啊？这是什么操作啊？这是什么操作啊？服个桃吧。那你现在该拿八卦就拿嘞，你别这个时候就，怎么都这么喜欢，这么早把无懈打了？你看呢，平时没什么事儿，一到这种时候，各种人，所有人都找上来了，你终于知道终于知道打伤害了。这时候不下来八卦，你这时候打伤害了，哈？我操，你他妈在相杀嘞？顺。顺，先把顺服了。啊，借，给你。毕竟你是马神嘛。加一没了，那就是上。看你能顶几刀嘞。我不知道你什么东西，但是你想跟马神耗，这就是代价。但是想跟马神耗下去，这就是代价。这时候马神应该会考虑火杀我，我要是他的话，我手上有火杀，我会考虑这一手。你看他这时候肯定又是要把八卦拿过来。行吧，你这时候拿八卦没什么问题。我也很郁闷呐，我服的瞬间，他来了拆呀，造伤害打伤，就拿吧，请你这下造成伤害，为什么 AK 要上呢？你告诉我，先砍一刀，火攻没有无懈对吧？就开。老板给你了，因为我拿南蛮，马良也会拿杀，然后南蛮也不能开，还不如拿五星，还不如拿那个，
我还得替他防啥？太难了，还得替他伏杀。带不动啊，带不动啊，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，只能看你自己的造化了，马苏，你这有无限打的，在我看来无限不是这么用的，不会你要这么用也没问题，打伤害好吧，求你了，打伤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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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换这种方式打伤害也可以，就把 AK 丢了嘛，对不对？你 AK 杀完就丢 AK 打伤害。不是你有多有刀就要装啊，就是你们最大的问题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管不了你了，我可管不了你了。先就是，这马良也是做好了打不赢就投的准备，打不死就投的准备了。我看你还能不是两刀，我跟你单挑了，我知道你摸得多，我知道我还是甚至得伏杀，还得。无中无所谓，你想开就开吧。偏服啊。要么就是有决斗。服什么呢？服一下拆吧，免得他把我藤甲拆了，我还蛮难受。还真就来拆啊。真看不起藤甲，还指望来张啥呢？看他有什么用了的，夫差。你放心，你开五种，想开随便开，这张你不能动，这张你不准杀中。这让你想掉血，我更开心。再猜我什么手牌？藤甲是没有了，藤甲没了是很正常的。唉，想吃桃子还是早了点。杀这一刀他是肯定有闪的，我觉得，但是他刚一下丢那么多闪，看能不能来点有意思的东西。武器就给你了。但其实这张牌来什么都不要紧，你想打伤害就打吧，无所谓。看是马良会，看是你会玩还是我会玩了？我是肯定服桃子的。我还得防你九，我还得防你手上是那个。再杀我就让你把这个马拔了。稍等，反正总是换一张的。你这什么操作啊？酒不值钱了？还是说想强行换我一滴血？这操作有点迷啊，兄弟！你这操作有点迷啊。本期封面有了，这个老人过于耐打，这个老人过于不让你吃桃。